大家好，我是东哥钓鲫鱼，今天又来公园这边野河钓鱼了啊。昨天用海竿挂群钓的还不错啊，大半几连杆，今天带两根海竿一根手竿过来试钓一下，看看鱼获怎么样啊。还是用那个自制的玉米粒大窝群钓，好了，今天就钓到这里啊，钓了三个小时，看看鱼获。这边有人下网，没办法钓了。有喜欢的，欢迎留言关注、转发、评论。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东哥。今天还是老地方，公园里面野河钓鱼。今天天气还是不错的，还比较暖和一点。等一下看一下能不能钓到鱼啊？等一下看一下鱼获。终于，麦穗儿，终于这是一尾纹的，不长了。
来了不少呀。嗯，你哪一个一个河里边刚才四五个下网了，我的乖，占大的占大的，占小的占小的，八万了个可能。就是我在那边了，还有占的我那在那里。嗯，还跟哪里？下我这还让你打出来，你倒下，我给你打出来，打出来你那腰不上。我好不容易喂我的喂一天了，你我。不管了，看到吗？你倒敢给我搁这下，你都管试试，你看你那腰上。好了，今天就钓到这里啊，三个小时、两个小时才开口，给大家看一下鱼货啊。还有两条小金鱼啊，咱们把这个两条小金鱼拿出来啊，然后回家给我爷爷他要的啊。然后这个鱼咱们今天就放流啊，鱼货放流，资源再生。好了，咱们把它给放了。好了，咱们就留这两条小金鱼。好了，有喜欢此视频的，欢迎转发、评论、留言、关注。好的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东哥。大家有没有注意我身后这个池子？这个就是我平时钓鱼之后回来暂时周转的地方，里面有那个黑鱼，已经在里面养了将近两个月了吧。然后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，我发现上面已经有鱼已经死了，然后水也挺浑的。然后咱们今天就把它给清理出去，大的就送人，小的就把它给放生。好，现在咱们开始行动。有一条跑出来了，这条是活的。哇塞，还有一条小的，等一下把它给放生。对，把那个两个鱼放的盒子放满，一个是送人用的，一个是放生用的。咱们继续放水。哎，带大家看一下里面的鱼啊。咱们现在清理一下，把大一点的就送人，小一点的就放到坑里面去，水塘里面去。
这里坐。这黑鱼养了2个月了，还是这么大。大一点就，这个鲶鱼就放生了吧。你看，大家看一下这个鲶鱼，让那黑鱼给咬的。这个两个都是食肉动物，它还是凶不过那个黑鱼啊。放生这个。这里面是小的，还有一条鲶鱼，等一下咱们去把它给放生。这里面呢是大一点的，等一下去送人。好了，咱们现在就开始去把这个鱼给放上。好了，现在咱们已经到了我要放的地点了，这是我们村的一个水坑啊，水塘。两个水塘，那边没水，这里面在我没有做自媒体之前里面已经放了好多鱼了。好，咱们现在过去把它给放了。咱们已经到这里了，咱们现在把它给放进去，让它们能在里面能好好的生长。好，走吧，天冷了。好，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啊！有喜欢的欢迎转发、留言、评论、关注。好的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东哥。昨天呢，有网友给我发信息，就是说现在啊，网络上传很多视频啊，就是用这个小儿止咳糖浆开耳，现在做掉效果非常好，问我有没有效果。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没用过。然后我昨天点开了几个自媒体钓友的视频看了一下，发现了一个问题啊，他们做钓的场所，第一不是黑坑，第二不是野钓，感觉像鱼塘。为什么像鱼塘呢？黑坑，你做钓黑坑，它最起码有给你调整好的钓位是标准的哈，整理好的钓位，它那个是没有的。野钓呢，中间不会有那个增氧棒，因为它中间有增氧棒，所以说我判定它就是鱼塘。你在鱼塘做钓，你不用这个东西，你就用泡沫，它也可能连杆的啊。鱼塘的鱼是吧？好了，今天呢，咱们就替网友钓友啊，去测试一下这个小儿止咳糖浆开耳到底有没有效果，是真的有效果，还是有一些自媒体啊，为了点击量，为了增加粉丝量而故意捏造啊。好，咱们现在开始。好，现在咱们把这个止咳糖浆打开，根据他上个视频，他们那个视频上说的哈，加两盖这个哈，两杯，加两杯这个，咱们去测试一下两杯这个哈，咱们去测试一下看怎么样。咱们用的这个饵料还是老三样哈。好，现在静置5到10分钟吧，让它醒一下。好了，现在饵料已经开好了，刚才开那个饵料不能用啊，加了两瓶盖之后，这个饵料很黏呐，根本就用不了，所以把那个饵料扔了之后，我又重新开了一份，就是加了就那个小瓶盖哈，加了1小瓶盖半，
咱们又开了一个饵料，等这看一下这个怎么样啊？一个半小时了，纹丝不动，一口没有啊！我不建议用这个可乐小止咳糖浆那个开饵啊，不，先不说它有没有效果吧。你看我的手啊，洗了两遍了哈，看看，粘的弄都弄不开哈，粘手特别严重。我已经洗了两遍了，看看，不好用啊那个东西。再说它也没有效果呀，是吧？现在已经一个半小时了，咱们再等一下，再钓一会儿吧，看有没有口。好了，收了啊，3个小时10分钟。一口没见啊，也不知道是天气原因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。反正下次这个东西我是不会再用了，这个小止咳糖浆。鱼钓鱼有没有无所谓啊，鱼货有没有无所谓，就是有一点啊，太粘手了，粘得很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啊，有喜欢的欢迎转发留言评论关注。好的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东哥，今天咱们出来再钓一会儿啊。带了两根筏竿，一根海竿，还用那个还是用打串钩啊，4号的袖钩挂红虫做钓。好，咱们现在开始。又换了一个钓点啊，又往这边又挪了一点点，挪了有5-60米吧。那边靠桥啊，那边桥下面感觉冷，没有口啊。那咱们往这边挪一点。中一条鱼，中鱼，我那中鱼了，在这呢，就吃腿这边了，上个鱼，上个鱼，这个鱼两个，三条，一个中三条啊，一下中三条啊。对，一条，六条了，鲫鱼一条，啥？一个咋回事儿啊？一个钓俩，一个钓仨嘞。哎呀，两条。又中一条，两条，三条，一下子三条，对，那不四条啊？不是四条，一下三条，得三条。中一条，两条，一条，中一条，得一条。咱们钓鱼已经回来了啊，给大家看一下鱼货哈。今天钓的鱼哈，钓了有几十条吧，都特别小。有的网友说，就是说哈，那么小的鱼你也要？小这种小鱼我是不会吃它的哈，小鱼我都放生了，但是。每次就是没有拍那个放生的视频啊，但是也不是在那个坐钓的地方放生啊，我有我一个专门放生的一个鱼塘哈、啊，就是我们村的一个鱼塘。等一下，我有看过我视频的知道哈，我在那里面放过哈。好，等一下带大家去再看一下我的私人专用鱼塘哈。好，咱们去。现在已经到达目的地了，这里就是我要放鱼的地方啊。现在这是我们村的两个。水塘哈、啊。
建设的还挺好的。这里面如果稍微装一下，弄个黑坑怎么样？咱们话不多说，进去把它给放了。那咱们已经到了这个水塘的下方啊，这里面常年不断水的啊，这里面我最少要放了有三四十斤鱼了吧。咱们把它给放进去，走吧。好，好了，本期视频呢咱们就拍到这里啊，有喜欢的欢迎转发留言评论关注。好的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东哥，今天咱们又出来钓鱼了啊。今天去买那个蚯蚓的时候啊，老板送了一瓶小药，然后呢今天咱们就测试一下这个小药到底有没有效果。好，现在咱们开始开饵啊。好了，咱们按照那个说明哈，把那个倒入这个水里面稀释，100克3毫升。好的，差不多了。好的，以后搅拌一下。这个饵料是我对比好的那个老三样哈。好，钻入里面搅拌一下。好，静置5到10分钟。咱们用自制的酒米打个窝。打进钓圆了。双飞啊，注意双飞。终于，哦，大板儿，这个不小，可以啊。蚯蚓中的，蚯蚓上鱼了，可以啊，朋友们。白条，小鲫鱼。上鱼了哈。还差不多啊，还可以啊。上鱼，鲫鱼。好了，现在准备收录回家了啊。今天测试呢，小药一点用没有。大家就是说不要相信所谓的什么神药小药，一点的用都没有啊。
用那个小药开始之后，只钓了一个白条，然后一直就是没有口，小鱼闹都没有。然后我又开了一款饵料，还是老三样，就是没有加小药，然后就开始有口了啊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鱼货，三个小时钓了这么多，那有两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就是用那种加小药的饵料钓的，没钓到鱼啊。然后这一个半小时钓了这么多，本来说要放流的哈，然后朋友打电话说要吃鱼，然后今天这么多鱼就给他带回去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，有喜欢的欢迎转发评论留言关注。好的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董哥钓鲫鱼，今天又来公园这边野河钓鱼了啊。今天还是很冷，等一下看一下鱼货啊。好快啊，两个是一箭双雕的，一个大的也行。能长这么一捞，都是大家伙，小家伙快。一句话好一点，一句话都不能。对，还是咱俩要不？不是，你没那个大。这是个鸡。哎，几个我看了一眼，刷到140。你这个，对，这个大。这个大一点，这个。哎，我的也不少，不叫腕不变腕，嗯。好了，收了啊，今天就钓到这里，给大家看一下鱼货，都是小的，没大的。看到没有，这小的咱们就不要了啊，就放了啊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，有喜欢的欢迎留言转发评论关注，拜拜。